很多朋友都喝过这款俄罗斯驼奶粉，但是你们很多人买到的可能都是假货。国内大多数的俄罗斯产品都是由黑龙江绥芬河口岸发货，第一站就是我身后的伊戈尔市场。我们的正品俄罗斯驼奶粉都是从这里给您发出的。现在市面上的假货非常多，如果说您看到发货地不是黑龙江关口的，那我们一定要注意了。这个驼奶粉在俄罗斯已经是老品牌了，我家在黑龙江做了20年的进口贸易，都是直接从俄罗斯源头工厂拿货进口。想买到正宗的俄罗斯驼奶粉，来伊娜这里，我们直接在伊戈尔市场给你发货。这个驼奶粉现在假货非常的多，现在我教家人们怎么分辨。这个驼奶粉都是由黑龙江绥芬河关口进口，第一站就是我身后的俄罗斯商品市场。这驼奶有50年的一个历史了，而且呢50年来配方都没有改变，就是纯生驼乳制作，由里到外这么多年没有偷工减料。我的父母在绥芬河已经做了20年的生意，正宗驼奶粉经常断货的，这次新到呢都是今年今天的日期。在妮娜这里不用担心购买到假货和伪货，我们是直接在黑龙江绥芬河市场进口的正品，现在还在搞活动，多拍多优惠，担心断货的家人朋友们赶紧囤起来，过年肯定会涨价的。